不然你给小雨岩浆桶，叫他去送死。哦哦哦！哦哦，他自己小心哦。金，我看不到，我没办法。啊啊！哈金，哈金，哈金，哈金旁边啊！哈金不行，来不及。小雨冲了，剩你跟他了。哇，那水！你太慢了。你等他挖开来射他哦。雪的你。他有盾牌啊，可是他应该也会选择挖你脚底哦。他全身铁装哦。我的雪的你。对，他在挖你脚底，他挖你脚底。哎，好痛苦。是我就拿那把弓了，还不快啊！来不及了。哎！哇，要被巧克力吸走了。哎、啊，哇，他在吸哈气。他在正在他想要正在想要吸东西，他在正在吸。快快，他在吸，他在吸，快下去，快下去！对，怎么下去啊？你后面哪？你去哪里呀、啊？你呀、啊，小他在你后面呐、啊！哇！哇！哇！他在抬掉东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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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抬掉东西！快点，快点，趁机打他，打他，打他！没关系，用斧头啊，斧头！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他要吸东西，他要吸东西，快啦！啊！进去，进去！啊！啊！他拿到，他拿到强力三的弓了，他掉下去了，掉下去！我就抓不到路嘞！啊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你要被倒岩浆了啦！观众一定嫌我们超丑。小雨，你们的武器也太强了吧！钓鱼啊！哦，有没有不会爆啦？可恶！你们怎么会有强力四啊？钓鱼啊！钓到的，太扯了！后面的超乱，所有人都在说我的后面，有没有？没有，我本来是瞄我后面的路，可是瞄他说在我头上，你小心一点，我就看我头上，突然你们从后面来了，我就知道啊，因为本来是走上边，然后后来他找到下边的路，你好强啊！你不能因为没有放嘉兴不在焉啊！哦，会放啦，要放啊！豆蛙的犀利哇，你们真的，我们来到中间刚好看到你们，然后我们在中间了。新北公布了耶，新北停止上班上课。哎呦，啊，希望你们哇，好多，可是我在北市啊，北市还没公布啊，北市照常上班上课。我天啊，你们也太会钓鱼了吧，强力士！我第三把，我第三杆就钓到了。哇，反太公越者上钩。这里是什么？不知道，开不起，就旁边而已。看到那边的吗？哦，开到了。哦，我们遇到两个啊。最后我刚刚遇到那么多，我刚刚放岩浆，没有没有，这是旁边而已。我刚刚放完岩浆之后，巧克力一个扭，然后就把我挤到岩浆里面去了。哇！哎，队友被放了，天哪！真的是巧克力挤的，只是我刚刚没有讲。你自己要被挤走的。我靠，还有这种的。我只是在后退而已哦。对啊，一个拐，哦，我怎么下岩浆了？原来我的屁股这么大，哇，直接推下去出来的。来，来一场，来一场，来一场。啊！你有挖到很多铁吗？还好，没有多。在你后面，啊！啊、我们刚刚后面全部都在乱叫，对啊，我想去捡那个老鼠哦。我们在声控喵那个小雨，然后声控跑马是，我要说，我说等一下，我看不见，就可以在那方面快啊！我平常压力一定抽的，你这样子还能够声控也蛮厉害的啦，他很紧张啊。小兵在捡弓，小兵在捡弓，捡弓快点，捡弓！哇，非常厉害。这场也太豪华了吧！哇塞，好高，太高了吧！啊，这场可以玩久一点了，好不好？我觉得这场都蛮久的。有没有？哦，挖通掉下来啊！有没有像是奇幻世界一样啊？哇塞！太奇幻了！哇塞！等一下，
他这个高度是200哦，200的沙子让你们不要不要啊！哇，我已经觉得不要不要了。奇险峭壁，旁边那个沙一挖下去，是不是就崩塌了吧？哪一座？那个沙，那边都是沙、欸，那个空岛沙是不是？对啊，嗯，是不是就爆了？办法，空岛沙一条就。那什么，快输的时候去挖那个沙，是不是爆炸？是不是？看谁留到最后。而且那个断臂那边会升快吧？好可怕啊！太可怕了。底下应该就会直接升了，升一大堆硬伤。有、哦、我看到僵尸啦！好危险哦！哇，好可怕哦！这场很难升个什么？要玩40分钟，20分钟才会说。嗯，哇，觉得怕。嗯，如此漂亮的地图，多玩久一点。好哦，好，这是漂亮的地图。这身在哪里感觉都不太对，对啊，对啊，真的，哇，一出生就摔死啊！没有，一出生就摔，那个摔在峭壁上。啊，因为我觉得上面还好，你身在下面的话，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上去啊。哎，对啊，如果身在山岛下面那个是洞吗？洞啊，没有，它只是坑而已，好像哎，好像不是坑而已，很大个坑在上面。而且你就知道了，我看到了，我们可以去看看，然后我上去把那个沙子弄下来。掩埋，这是活埋，超开，超坏。走，好。哎、欸，我要讲一件事。我今天从头到尾都没有移动过、欸，哎。你都没来，我让你下来了。不要不要，上自己上去，自己上去，自己上去。好鸟，吵死了。他在炫耀说他从来没有移动过。吵死了。哇，那边，所以那边怎样？那边是就只是个坑，然后有积水。就跟海平面的水一样高吧，感觉。没关系，走就知道了。我就生在旁边这个而已，真可爱。会生在哪呢？叮，是哦哦，爆！村庄村庄村庄！没有，在卡在边界里，也不要过去，不用想了。等一下，我们这边没有树啊。有啊有啊，这边有一棵。有啦。哦，上面有一棵向日葵吗？哎、欸，我们出生，哎、欸，白痴，哦，还好无敌。哎、欸，那这样，这样，摔下去了是不是？对，摔下去了，啊、这边有个洞。我们出生在87格高啊。87。我刚刚马上 F 3看一下高度，87。这很巴西。嘟嘟好。傻眼。真酷、啊。掉下去了。哎、欸，铁，我空拳，我空拳猫到铁了。空拳猫，真的、啊？哇，空中海吗？哎呦，真的，快！你做石稿，我做石稿，我做啊木稿，旁边就是木石头了，你干嘛要往下挖？好，我看到了，不好意思哦，我忘记这张地图是这种地形了，满满的山啊，已经，完全没木头。对啊，对啊，要爬上去了。我才想说打那个土叠上去，想算了。啊，你只挖个三个而已哦。哦，先做石头挖比较快啊。啊，你是你是觉得他的逻辑跟我们不一样？然后石头给我，来我这儿，来我这儿。我什么都不能做。我也是，我只能打打土。你看我的网花。傻眼！我真打土了。我这么干嘛？我给你好棒棒，给你石头，插一颗，你去找汪汪。上面。啊什么？你快挖！气死了！汪汪可以再给我一个石头吗？那边打滑了，没了。哎、欸，铁就两个而已。哦，可惜。嗯，不可能。我过去隔壁看看好了。上面有很多树啦。对啊，啊，可是我们隔壁那边没有逛过哎、欸。好啊，我过去，我先过去看就好了。我看一下这里有，哎、欸，这里的洞里面有铁。可是我们要做盾牌，还是需要有更多的木头，所以应该还是要往上。的。嗯。哦，吓死！你为什么要副手拿着向日葵？还是你觉得郁金香比较好？对，拿着西瓜我，拿着香蕉我就不错。
任君选择权。有新抽中东西吗？哦，这边有甘蔗，有木头。哇、wow 欸！对对对，哎、欸，对，我们要甘蔗。等等等，我是怕这边生怪，这边有点黑。不会，还白天，还白天。没有，它是在峡谷下面。哦、oh, 嗯，好好好。哎、欸，真的要往上了、啊，我慢慢爬上去哦。有啊，我这边有木头啦。好。啊，我们这里大伙，你们觉得要上还是下？我一个人上好了。嗯？你要去上面？你挖个阶梯啊，打木头啊，因为晃的话还是要在下面多啊。哎呦，吓一跳！我终于摸到木头了。在很远的地方，不知道怎么爬啦。哎、欸，有猪？嗯。有猪，打猪有猪肉，挤我，挤屁挤，嗯，笑，好遥远啊，这个山也太累了吧。这里有四个铁，我有十一个铁，但是需要更多的木头。哦、然后这冬这什么都没有。带我去攀岩。怎么会这么远？好累哦，超累的，爬上去都饿死。那应该先捞个水桶了没有？慢慢的。可是只有两个铁啊。我有十一个，我有十一个。后来有洞窟，旁边有洞窟。欸、上面有马，上面有马，所以有皮革了。嗯，有了，我六个甘蔗了。好。哎呀！来来来，做个斧头，砍得快。我会带着满满的木头回去的。等我。可恶！如果人生能重来，我一定要把我的绰号叫满满。嗯，满满的木头，满满的金苹果。为什么拿我的？我是改叫新台币有没有？你说是满满的，不要抢满满的东西。对，满满很可怜。哎呦，蛮难过，满满不是。嗯，有有。问号。有马有羊，哎、欸，那个天空沙之岛也在这里耶。不要去碰那个沙之岛、哦。可以啊，我们被追的时候可以往那边跑。我谁先点上去谁就赢。对啊，好啊。谁先让伺服器快点去，谁就赢了，这样吗？我想过去看哦，一定是一大奇景。结束再看，结束再看。OK。我这边已经。不太想下去了。哦，你可以下来了。其实我帮你挖好路了。哎呦，你也上来啦！我上来了，而且只有我在下面是吗？不，我也在下面。上来的。哦。需要挖一点木头，没有办法。带着木头回来。不过我们这里在边界，是吧？我没有木头。我来了，小雨。来，我需要木头。还有很多的屁股。屁股。屁股吗？我的，你要走这边呢、喔？哦，我听到旁边有那个怪的声音。对啊，你们那里有怪？有洞，山洞里面。哎、欸、哦，哎，对你好一点，给你一半。啊，丢错，对不起。丢错。四个木头，丢错给我一半，然后给我四个木材。人真好、啊。那你还我嘛？谢谢。你现在坐工作台了，真的，我工作台了，真好，可以收起了。啊，你有石头啊？你没石头？哎、欸，你有石头吗？有啦，有啦，有。给我三个。想要石头，旁边挖挖。所以我们要在有要在哪里维生吗？维生吗？维。啊、小哥，你有看到下去的路吗？好像有，有一个石头的地方，有阶梯下去。
但我不是很想下。好爬上去了，真不想下来。真的，小孩子。哎、啊。继续往这边骚骚体验。Combo 呢 ？Combo 呢？宝贝儿。我的苦力怕了。哦，得位。来、嗯、对。蹦康来对。讲蹦康，快。蹦康。山洞。就是山洞里面。有，我有盾牌啦。帮我做一个。你人在哪？我在你后面。有，新的给你。嗯，哦，看到。没事。你们别死啊、哦！没事。动物都收刮了。没事。所以我们要下去了。哎呦！哦，出事了！出事了！觉得怕。哇，他们这个策略。啊天眼冰沼，哦，沼废矿，天哪、啊，太聪明了吧！总不是刚刚去死，后面他去死啊？哇，嗯，策略用错了。不用，不用。小雨也是厉害，我知道天眼冰好厉害。其实你们上来，我们就可以翻过这山谷，直接到中间了。嗯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一只小黄金。可是要怎么挖物资？物资什么物资？哎、欸，这里有一个铁啊，沙漠的、啊、沙漠的那个遗迹吗？类似遗迹的，还是只是水井？就是、水井，沙漠水井，那没有用，那是造景而已。没用哦。啊。